但是我觉得那个什么，那个渔船的这一组对我来说都没什么。这里是西岐的菜谱二据点。 车上一兜呢，其实哈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其实它岛不大，我绕一圈只有30分钟，所以说最大的景点就是这一个，下个蛇岛我就是下车就在前面了，了解我讲的意思吧？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会停留15到20分钟，15分钟到20分钟，你不要觉得好像一个小时很快，不会，我们这种点都可以停留20分钟，这样了解意思吧？ 景点就是这里，菜谱二据点就是西岐最大的景点，其实还蛮漂亮的，岩石。所以说，游客跟部队一起使用，所以说对它才有那个蓝色跟绿色之分，不然的话，这个地方部队几乎都是。 白色那个，对，他得要15分钟才出来。
会不会？没有，我新的那时候大概八分钟。稍微慢，还没有十分钟。很近啊。是东极猛澳港旅客啊，那你不是要尿尿？来走 ，OK， 换这边，换这边。看这边，等一下没关系，先让他们到，先让他们到，我们去带队。一二三，睡。旅客中心，来回头。马祖。在那里。东极。哈哈哈哈哈！东极。希望以后可以搬来这里。很美，举办，我可以搬了。举办住东极，然后去西极。名字名字有几的？他有优待啊。有有有。最近餐厅都有。真的是很漂亮。那到东局就不用赶了，因为我们就住在这个地方了哈。船是明天的了啊，这样了解哈。因为西局的地方，它就是因为我赶两点的航报，所以没办法哈。比较赶。对，比较赶一点点。那今天反正就是晚一点，我们就入住的而已了哈，没事了哈。好，现在的点就是猛澳港哦。对，其实东局跟西局都一样，车程大概都是三分钟就到了。那现在我们到的是基隆哈，我们第一个景点就到高雄了，了解我讲的意思了哈。可是车程还是三分钟啊，还是三分钟。哇，爬坡了。对。这是 GoPro 第几代？那个不好是八还是多少？八哈、哎，我买一个 GoPro 七还是多少的，买来就没用了，哦、不会用。我本来是。
就是东局的行政中心大坪村啦，左手边警察局，右手边消防局啦，派出所。啊，哥哥，你在警察单位上班吗？只有内行人才会问问题啊。对，警察世家。那我们警察有分住所，对不对？派出所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就最小的单位，最硬的单位。阿兵哥训练，靶场就在旁边。这个榴弹会不会打到？狗儿的，狗儿会跳跳。左手边那边哈，就游客中心旁边的桌子椅子那边哈。哇，有够漂亮的！来看这里，看这里。防空洞，需要开冷气的话跟我讲，后面会闷吗？好，开冷气。
是东阳山步道的起点啊，东阳山步道的起点呢，就是你们里面行程里面写的东阳山步道跟大炮岭就在这里了，来走喽。赶快，现在没人。没人呢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就快跑，快跟他说。好，坐这里就好。没有，你要上。上。对啊。一人一。对。一个人打一个。没有，你这样做炮管被你们挡住了。我们要坐外面啊。对。哎，外面。那里面哇，美容最后面金门就是一般都去到比较偏人工的，对，比较偏那种，它主要是陆地行程而已。啊，对呀。还在陆吗？哎。马祖实在太漂亮了。刚才那个那边有认识大平村那边，然后大平村就福建部落那边吗？比金门要好美太多了。
底下，那不是啊。